您的视网膜浑浊变质以及虹膜受损已确定为不可逆。你现在觉得你安全了吗？那帮人有多恐怖，你比我清楚。他们万一来找你寻仇，你觉得你的雅琪能好好活下来吗？我能保护好我女儿。我女儿被绑架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走，我女儿还没死，我要找到她。你叫东谷对吗？我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。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很庞大的犯罪组织，就是利用暗网交易女人质。你了解这个组织？我老公就是查他们的时候被害死的。夏子，你要是再往前走，估计还没见到你女儿，自己就先断气了。